我是圆圆。咱上次不是打算给咱们小二队龙孩子打疫苗吗？一直没打，只是给那几个小家伙，大猫、二猫、三猫他们第二针打了。正好今天了，咱把那些该打的，就是日期差不多都到了的，把这些该打的小家伙的疫苗今天全部给打上。因为天气越来越冷了，天气一冷，狗狗们生病啥的，就是会更好一点。咱早打上，早安全。不，你是等着打疫苗，你是等着吃的？啊，你知道我拿了可多零食过来了，这批里边好像有你吗？黑豹，能打了吧？黑豹得到，等下批吧，黑豹。黑豹等下批。吃不上了。我天哪！咱这些零食都是给这批毛孩子准备的。一看拿吃的来，你看黑豹那个开始喝糖可乐水了。嗯。啊，还有毛毛，是吧？啊，你那哈喇子滴落下来了吧？都得吃，多吃点补补。那天天人不争不抢的，什么好吃的都抢不上，弄头昏了。没拿纸来，我得给他打一会儿，然后嘛，给他打，给他打。好个小树呀。吃什么呀？吃啥？看你要吃啥？吃干吃火腿肠。啊。咱还有小罐头。这个小罐头你把它呢？啊、哦，他那知道上来要了，要这个行吗？来。要，吃这个吧。啊，他那等我给挖出来。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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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挖出来都给你。来接，快接，这里有你的。好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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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挖掉了，挖掉了，挖掉了。估计二毛三毛呗。二毛三毛呢？搁那了。欺负大猫，这可管了似的，他俩一伙的。你都吃不上了。你那刚的那个弄好的干让大猫吃了。大猫喊你半天你不来啊？大猫再接着又吃一个干。嗯，那再给你补一个是吧？等大猫吃完给你补一个哈。大猫都等不及了，不得你这一会儿挂大羊啊，三毛都爬上来了，软姐。我的天！这个自己都爬上来了。大猫那厉害了。来，先打三毛。三毛你上来了，咱先打你，打完了再给你吃，叫二毛再等等吧。你看这两个多皮啊！哎，这三毛是最聪明的了。他能知道胖上来自己找着吃。都叫三毛吃去了，二毛说的，我这个嘴还没上去了，三毛都掉到嘴了。那厉害吗？都，那给大猫点吧，给二毛点，大猫下去吧。好，叫二猫吃会儿。二猫自己吃。二猫来了，二猫，你平时不怪厉害。
平时调皮啊，打针的时候我也配合了，必须奖励猫猫一根火腿肠。一根火腿猫都够我开胃了，宝宝的牙缝都不够塞的，太多了，那吃一根就行，吃一根吃一根，咱后边好几个老好几个名单呢。好嘞，我等了哈。最后一天是给炫妹了，打完疫苗到时候你还能像他们一样早点出隔离去。别动炫吗？打完了再隔离两针你都能出来了，炫吗？